构一定很清楚，董事长还是叶志成。我也忘记要叫你家大姐，你跟我娘问过叶志成，你跟我想要做当什么？来了。说出来，这个本主宰就交我来处理啊。但为着你的婚姻，你来这里主事了。我就是主事，那么董聪，那你亏你。我打志成，赶快。曹正，曹正。少强的妈妈是今天你投票的关键啦。王秀莹律师，你会当看你的底牌给大家看。王秀莹，你竟然要换毕业噶？哎，美女，你这手上新的哦，这标签还没关掉，换不了。就算上千年分离，至少今仔三总算是回本啦。为啥？啊，这简单啦，生活小常识哦。我讲你会当哦，牛奶加起多一是讲哦，用白醋加小苏打粉，真比我都清掉呀。要报警，紧去，看谁人卡手较紧。行啊！四比三，结果已经很清楚，董事长还是叶志成。我忘记要叫你家大姐，你跟我娘问过叶志成，你跟我想要做当首长。志成若是不做当首长，敢讲是要让恁来做当首长？我问看卖，哪会知影？卖搁在遐霸占当首长，叫阮组长，明仔日一届总统。